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青海省海东市宁河县的马家耀。当土耳其地震发生以后，我是在伊斯坦布尔。然后呢，从新闻上看到咱们中国的救援队要来到土耳其，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他们的这个志愿翻译的工作。然后我一路从伊斯坦布尔赶到这个马拉提亚这个城市，然后从马拉提亚又赶到这个阿德亚曼这个城市，来跟随蓝天救援队去给他们做这个志愿的翻译工作。然后我们今天是从早上8点一直到这个下午，现在是晚上的凌晨3点53。你能看到我后面通过蓝天救援队还一直在继续这个持续的搜寻工作，希望就是能有这个奇迹发生，能搜寻出生还者。